唱这条歌，其实我今天足紧张的。是哪？因为头前有一个王爷在遐，你知道吗？王爷是倒一尊。江蕙那是我心目中的妈祖啊，子红老师肯定是我的王爷，然后呢。一首歌，写了公船，幽灵花贯穿。哇！我嘛是同款甲调，我拢去个菜市啊北个，啊，我就开始调啊。调地方呢？啊，一阵仔来个流行人个喷血，红花米啊，我嘛是喺干妈店买红花米回来喷吼，喷到规个呢。就搞个去对恶个呢。他真的好可爱，你自己都可以主持一段了。我说实话，告诉你，我今天不得了了。怎样？不是这样比。来自离岛的好声音哦。而且呢，我跟你讲，好声音不寂寞。你知道他虽然远在离岛，在小琉球，但是他的声音呢，被我们的天后江蕙二姐已经认证过的好声音。真的假的？有图为证。哦。他曾经呢，在这个电视上啊，他曾经演唱过二姐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月落》，高难度的。那这个影片呢，被二姐看到之后呢，你看给他这么高的这个肯定，这真的是月落。我们一起来欢迎来自琉球的好声音，欢迎陈梦贤。梦贤，来自小琉球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小琉球的陈梦贤，大家好。所以咱的小琉球算一个渔村的对啊啦。对。哦，安静偌济人？登记是12000几吧？啊，即摆啊是坐无遮济啊，差不多6000-7000啊。啊，小琉球是选市长还是村长？乡长。哦，我想是乡长。哦，一个乡啊。琉球乡。了解了解。梅姐，人有讲，伊讲哦，虽然伊迄个乡哦，这个小琉球上面现在8000多人而已，但是呢，他们每个礼拜天都固定看哪一个节目？超级红人榜，真的感谢你，谢谢。我来个这足紧张的，我今麦阿哥唔敢甲小琉球的人讲，我来参加节目比赛。天哪！我希望阿灿嘛，阿那多来这一关了，伊用拍掉啦，更小事，我唔敢登去。没啦没啦。你个主持人拢讲台语大汉哦。嘿，我主持人讲台语大汉，因为我拢主持人，我的兴趣啊，甲我的嗜好就是拢看歌戏。哦，歌戏啊。来一段嘿。一首歌，写了公船，幽灵花啊，幽灵花贯穿。哇！哎，等下。你是看是演的迄个人，看的哦、喔，看到这厉害。啊，其实我冇演过啦。哦。因为小琉球，我拢是顶安尼小朋友，啊，食饱营养了，当妈看歌戏。啊，即马看完都该演。看完我规团拢演，我嘛是做专业的。好。所以歌戏有一段流行吊钢丝安尼啊。系啊。我嘛是同款甲吊，我拢去个菜市啊北个，啊，我就开始吊啊。吊地方。嘿。啊，一阵仔来个流行人诶，喷血，红花米啊，我嘛是喺干妈店买红花米回来喷吼，等下堵了嘛喷，啊你喷到规个呢，所以我嘛是做专业诶，做专业诶，小琉球诶特色的对啦，就搞诶去对恶诶呢，他真的好可爱，你自己都可以主持一段了，我说实话，啊你今日要唱月落，嘿，有影，我唱这条歌，其实我今仔足紧张诶，啥呐？因为头前有一个王爷在遐，你知道吗？王爷是倒一尊。江蕙那是我心目中的妈祖啊，子红老师肯定是我王爷，然后呢。因为我之前的别的节目有这首歌，我有唱过，可是我把它唱得不好了。我等你多在江蕙的 DVD 的头前，我来跪三工。哇，有够歹势，啊！佮二姐搞我娱乐鬼，啊是啊，佮唱一个哩哩啦啦，佮唱啊。我看你甲唱这代志拢讲出来，有咧对你这件代志看过重。没有啊，我今天绝对要唱我好。好啦，欢迎的哈 ，OK， 好，我们欢迎三位带来的表演，谢谢。天色满天
凉味，夜半窗声打湿鼻，秋凉消息空迷迷，月酒浓酒醉归眠，午夜流星对明月，香袂敬月。谢陈梦贤，梦贤，你一开嘴真正都甲恁惊到啊吼！我想要甲你请教，为什么你住伫西川呢？安那会无海口腔？啊，不过阮遐嘛是有海口腔呢。哦，你完全无海口腔。可能是讲我冇咧讲国语啦。哦，国语。海口腔是啥物？海口腔是啥物？啥物？啥物？海口腔其实，它嘛不是腔，它是有样像我们那边小琉球啦，用很惊讶、惊到，还是爱我。爱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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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我！啊，美人姐，你哪只水？爱我，就是爱我，是吗？哎，那我可能怎么可能会火？对对对对对，爱我，爱我，爱我，就是对对，爱我，就是就惊讶的意思，奈安内的意思嘛？正常是奈安内。哦，你要讲爱我。哎，这个更强烈哈、哦，这个对 啊, 对啊，所以呢，你这首歌唱起来都好清楚，你都在表演那种歌语的腔口感换，你选歌选得太好了，而且你唱得很有自信，你的自信就是为落歌开始，你那个半主游半呐，无一定的随着这个节奏的，但是你在节奏当中把它完成，但是如果那几两句啊，它是个特色，但是如果从头到尾，伊就规个拢会拖掉，所以就变较拖拍。哦，拖得太长了。那整个那个音准方面呢，我觉得今天不是音准那么的稳，都差点呢。啊，我归西瓜的感觉是对了，整个灵魂都唱出来了。干嘛那么紧张？我的翁爷啊，翁爷，你敢挑战这首歌，我就很佩服你。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唱。对，那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歌，因为这个歌是非常非常高难度，那你可以有这样表现，已经很不容易。那我是给你一个建议，因为这个歌呢，很多转音，很多那个技巧在里面，但是最基本的音准你还是要把它顾好。好，我觉得有点可惜，就是说哎，其实你唱的都不错，就是那个音准差一点，好，然后可以再游刃有余一点，好，那个但是你已经很好了，回去不用跪了，已经 OK 了。对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孟贤的成绩好不好，好，来自小琉球的孟贤会得到几分呢？评审请下分数。加油！大家加油！五、哦，来自小琉球，小琉球的梦贤。哇！二十三分，爱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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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你会爱出来，爱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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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刚刚没有念对啊！你要有几粒币？爱我。哦，爱我，哎对，爱我，爱我，哦，阮红艳，我们的魏明哲挑战第二关得到的分数是，这没哇，三点二，梦姐没哇，梦姐没哇，没哇没哇，不是爱我，爱我。OK， 好了，谢谢孟贤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再来啊，好不好？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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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。